大家好，我是旅行者土豆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今天呢准备从小金到丹巴啊，然后小金到丹巴这条线呢，国道350，它也是川西小环线的一个必经之路啊。这两天是身体有点不适啊，可能是骑这个摩托车还不太适应吧，刚开始腰很疼啊，然后每天都走的比较少。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四川的阿坝州然后横跨到甘孜州了啊，咱们去丹巴看看。我估计啊，我这个腰疼啊可能跟这个摩托车直把有点关系啊。当时是没有想说要换它，当时那个女魔头是把那个她之前改装的那个太子的那种车把，她是给我寄过来了，我就想说我是新手先练练手，然后就没有去换它啊，没想到真的腰非常的疼，现在只能将就了，先把那个川西先还完再说吧，坚持一下。啊，天气也是非常的舒服哈。这一路真的是太美了，风光无限呐。川西真的是一块宝藏地方，我第一次过来，太喜欢了。路上碰到当地的婚礼啊，好幸运啊，看一看，看这边有重大的节日或参加婚礼的话，他们都是盛装出席啊。这边的藏服真的太好看了，现在要开始唱歌啊。刚才我问了一下旁边的阿姨，阿姨告诉我他们歌词里面唱的就是代表今天开心快乐的意思啊。哎，非常幸运哈，能够看一下，好像婚礼仪式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只看他们在唱歌跳舞了，但是也是非常幸运的碰到了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们丹巴这边的婚礼。这新郎新娘哇，
本来想去看一下那个缩坡的那个古吊群啊，结果上面那个路太吓人了，我新手我上不去啊，把我吓得魂都吓飞了。刚才我，我又退下来了，还是去甲居藏寨那边吧。天哪，那个急弯啊，不行，我现在手艺还不过关。晚上到了这个甲居藏寨哦，到的时候天都快黑了，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住下，环境还比较不错啊。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，这住啊。今天比较晚了，然后我先住下，明天呢再带大家好好的看一看这个甲居藏寨。我一路上来风景的确不错，又那个路，哎呦，弯弯拐拐，我着实还是心里面有点小紧张，可能是今天去刚开始去那个缩坡那边被吓到了，然后走这边的路也感觉哦好紧张好紧张，但还是慢慢的安全的上来了。明天带大家去好好的看一看甲居藏寨啊。